偏高，三个人拦网，有看法？背局啊，中线没有搭配好，这个没有退位，对，现在反而是屏东台电的机会，探讨进去没抓回来，出界拦网出界，台电拿下了这一分，哇，运气也还不错。是因为这一球其实戴如谦给黄胜良球已经开掉了，有点三角球的感觉，但是黄胜良最后还是用他的手腕的技巧吊出了一个 touch down。哎呀，相当好！最后谁能够有致命的攻击得分？阿良在二号位的攻击，这个球其实非常非常不好处理，而且针对右手的球员来说的话，但是黄胜良还是透过他的技巧跟技术找到一个攻击的机会。哇！黄胜良关键时刻直线，直线，直线，后排的这个直线，哇！第三、第四局他的整个攻击力确实是完全的提升了。快到他们学校了，对对对，到学校来了，这就活了。主场，对，后排进攻，阿良的强扣的攻击。黄胜良目前得到全队最高的14分。洪生呢是在目前为止攻下2分，后排飞身跃起，阿良现在真的很亢奋哦，这个身体状况呢是相当的火烫，大笑吓一下，不能让他们越来越嚣张。是，哎呀，又拦下来，4-1的开局，这回是阿良的拦网。其实阿良在到目前为止，他的拦网还有发球得分啊，都在前5名，都非常稳定。总分7-7。哇，黄胜良的这个攻击，如果让他顺的话哦，他的攻击的爆炸力是相当够的啊。对，19-17。哇，黄胜良这种从后排这样子狠狠的，这个时候打的一个大对角球，超重的，对对，整个甩出去也做得非常下来，因为像刚才那么嗨呢，他打起球来，哇，那叫啊喊啊这样，这球守下来，还有，再给，哇，黄胜良的整个后排真的是如入无人之境，哇，这几个球打的真的是。还有两波的进攻都还是被对方给守住，哇，黄胜良又是一个后排的一个直线啊，对，那几个球其实也打得蛮好的，嗯，哇，又是黄胜良，今天到目前黄胜良的得分已经到达了22分了，哇，黄胜良再是一个漂亮的后排，这一场比赛结束。有时候要每个人都要多跑一步或多走一步，对对，多跨一步，是没错，被拦了回来没有关系，用快攻扰乱也蛮好的，右边稍停了一下，阿良一对一转直线，一号对一号，对，学长对学弟，对，无敌直线，哇，黄胜良的底刷了哈，千万不要忘记哦，对，你可以看他在出手的时候呢，他是完全观察对方拦网手的位置，嗯，像这个球他是整个你看扭身来转直线哦，嗯，机会来了，也被守住，转直线还是黄胜良，其实你看黄胜良击球的落点差不多60%-70%以上都是以直线为主哦，对，练贼贼的这种感觉，嗯，就不太按牌理出牌，对，哎呦，真的是直线，真的就直线啊，黄胜良的直线真的是有他这种无可取代的地方啊，对，接发球 OK， 后排左手攻击得手起，接了一个背举之后，后排的进攻，阿良直线界内，哇，阿良
对，黄镇梁不管说是在这个后排这个位置，二号位置、一号位的位置，还有二号位的攻击，都是他的一个攻击特色，也是他的非常招牌的武器。陈佩章跳飘的发球，修正到左边来，选择一个吊球，用拨的，也是一个轻扣球。阿良很聪明的攻击手哦，在不管说是从退位开始，一直到他起跳，然后最后出手的时候，都一直在观察，也有53%稳稳的。那许文成刚刚后排攻击得分，被拦到了，背举很短，拦网出界。阿良跟如谦配的也蛮好的哈、哦。对，那这个也是阿良这边哦，很习惯的一个攻击武器的哦。还有。好、啊，这球也被守得不错。哇，黄镇梁这球还是有办法转。他在二号位这种转直线哦，如果球让他打进去的话，就是一个很好的漂亮落点。如果我们球没打进去，碰到篮网的手的话，很容易就形成外侧的大球。嗯，哇，这个拿捏得太漂亮了。啊，黄镇梁真的是、哦、这一球我。看起来以为是来不及了，我以为他要吊球。对，黄镇梁还是转直线。第一分，黄镇梁的直线，这球简老师虽然说顶起来了，可是没办法，这球真的已经喷到我们的播报台的后面去了。哎呦，这个球没有把握。还有，现在是太阳神的机会。哇，黄镇梁第一时间还是打得很轻巧，打得相当的轻巧。对，慢慢已经在打直线了。嗯，本来都是斜的，而且这个扎实，就是很清楚啊、哦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配出来。啊，黄镇梁这个球面对小高也是一样打一个直线的一个台球，这球其实棒数没有加，可是打得准。对，我今天的阿良好像停了。哇，关键的时刻换到了黄镇梁的二号位的大斜线，22-21，第三局啊，切这个对角，往外飘了。嗯。有，这球被救起来、哦、小胖守得好，哇哩嘞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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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黄镇梁跳得高，角度转得真是漂亮。哎，那个内五那么高，不是应该大包球就打下去了吗？真的今天热闹啊。哇，黄镇梁，黄镇梁，你现在留到一个，当然就在篮网上来讲，黄市长一定是比较吃亏的，尤其面对黄镇梁。对，没错。嗯，11-11，刚才那种球运气好一点就爬过去了。嗯，哇，不过黄镇梁的直线还是完全是他的招牌动作啊、嗯、打得真的是不声不响的，又是一分一分的拿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，哇，直线真漂亮。哇，黄镇梁真的是打得很有信心啊。其实你不管是看黄镇梁还是看林鸿明在打球，都觉得有一点那种差不多7-8分力。哇，关键时刻黄镇梁今天还是打得很稳啊，又打得很顺哦、啊。哇，对屏东台电而言，今年从头到尾还是维持了相当高的一个胜率，到了季后挑战赛也没有给太阳神任何的机会，两场比赛的过关也让他能够在今年再次卫冕成功。我们也恭喜屏东台电，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。好，恭喜阿良还有屏东台电拿下了胜利啊！不过你今天还是得到了23分哦，是两队得分这个最高的球员。那上个礼拜呢输给了台中太阳神、嗯、你们球队有稍微检讨吗？有，回去练球的时候有稍微比较累一点点。就是说特训了一下是不是？对，那应该还好吧，就整体 OK OK， 就是因为算是太久没比赛，我自己觉得哦，因为那是我们跨年嘛，对对对对对，跨年大概有一个月
左右没有比赛，对对对对，然后突然接的话就高强度这样。对对对，也是也是。而且当天现场其实蛮震撼的。对，因为你们啦啦队那个声音还蛮大的。对对对 对, 对。不过也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就是刺激了哈，刺激让你们会更进步这样子。对啊对啊对啊，那所以现在其实各队都很努力了哈，拉近了跟你们台电的这个距离。没有啊，大家都很好。是是，好 ，OK， 那恭喜阿良继续哈保持这个得分稳定的这个输出。那同时，屏东台电呢又拿下了这个二连胜，恭喜阿良还有屏东台电，谢谢。